即安尼大汉诶身材有变好无？哦，即条大嘞，从啥？减肥诶！哦，著、就是你若食物件，食食食食食甲会低低低低，讲哇、哦，真棒啊，真棒啊，真、哦、棒啊！吼，无毋是啦。但是若我咧发明即一定大趁钱。哦，来即条大，这是咧讲，今仔日咱咧讲，圣经甲咱讲，讲归属诶军众，所以我用即个军队诶腰大吼。军、哦、众，军众内底咧其中有一项，爱用真理。 来下你诶腰，甲缩起来，安尼才会有力。哦，所以今日要来讲个是讲尽力啦，毋是咧讲减肥啦，讲尽力真,理真理要紧。因为腰是一个人有气力诶所在，所以腰吼包括眼吼、脚力、即、这个力，才有法度来帮助你来举重诶物件，哦，帮助你行较远，帮助你较有气力。尽力真,真要紧。北有人写一篇文章，我看个正感动。伊讲是安怎？ 过去中国古落青年啊吼，咱会真乱弱。伊讲其中有一项，著是咱无注重真理，咱只有注重眼前的利益而已。咱未去注重讲啊真诶啊假诶啦，so、所以咱贪俗啊俗得好啦，啊真诶啊假啊凊彩俗得好啊啦，咱著是安尼。咱未用注重真理，咱未用追求真理，所以说、anyway. so、对咱诶生活带来足大诶一个影响。 我看这篇文章，我非常的认同，所以我想讲，我今日那么讲的，是讲，神啊，上帝讲，真理，力下咧要，因为真理太重要，你行的多久，那是靠即个真理来决定，你法度赢活动靠真理来决定，你噶想啦，一个人油啊食到鸡，害也未害，啊，做西餐的嘛，所以绝对袂当食到鸡油啊，一个人啉到鸡酒，会害也未害。 会害啊！伊毋在甲汝南沙，所以汝看有假就有假。汝讲买着假嘅物件，遐个我毋是上严重嘅啦。爱情也假，汝当会调无？咱就是讲，常常咱毋知影真嘅也假。咱嘅文化过去因为皇帝咧管理嘅即个过程，皇帝为着要管理正百姓，几千年来皇帝拢用白咧甲咱管。汝咪听会讲，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 其他拢无效，读册你上狗干嘛呢？毋是嘛？你会发现讲，一个人真狗读册，感着快乐，无一定嘛。一个人真狗读册，读到美国的哈佛大学毕业，吼、哦，啊，结果伫伊个国家搁做总统，结果行咧路顶人要甲结诶啊！我借问啦，册读真多，感着保证你诶快乐，这谎言嘛，这毋是真理嘛？ 但是汝想，咱相信即个想法，相信偌久啊？噶即嘛，足侪爸母拢一直还搁咧想，讲我就是爱、啊、我囡仔教读册读名校，足出名的学校，哦，若学历悬，将来到趁钱。较即嘛，一个读较定定，一个咧用即个几千年来想法，迄、这个明明毋是真理，咱当做真理，造成悲剧啊！糟蹋足侪囡仔，即、这个囡仔明明其他的才能，但是咱。 独独只有追求读册，读册啊，对叫讲学历爱高，害死人。爱情是假，咱即嘛著是查某囝仔讲嫁入豪门，哦，嫁一个好嘢，嫁入领导我都幸福啊！这咁是真理，这毋是,是真理嘛？连咱看一个人，什物叫做水，都毋是真理啊！比如讲，清朝，清朝安怎对待查甫人？安怎对待查甫人呢？著、就是查某人。 卡哦，纳细、喔、是纳水，你看,看有悲哀不？找人出事哦，用盘安来搞那高高提啊，那提提提提你，提街迄时还是足无人多的呢。迄生活诚实是，是连要走路都困难啊。讲纳细卡都叫做如水，这拢我白讲啊。迄都毋是真诶，那个动作真诶。汝看有资产嘛无啊，足大啊，哦、喔。 所以你看，讲咱过去接受即种观念，迄是罗马又好加载宣告书哦，因来到遮将真理带互咱，甲咱偷棒哦，啊，查甫人清朝安怎对待查甫人，著、就是偷摸捞啊，等等等啦，偷摸捞啊，等等等，安尼才叫做好啦。你讲迄那是真理，迄毋是真理嘛？哦，其实你偷摸捞遮长哦，伊说伊要掠顺好哩啊，哦，掠哩，掠到掠到哦，你走袂去啊。 所以你看到人类作些雕流，尤其在华人的中间有作些雕流，咱就你讲，迄是真理，给人害死。啊、哦，比如讲，咱今麦也讲咧想讲，啊，囡仔独个甲爸母带做伙，那无甲囡无甲爸爸妈妈带做伙，就是不孝。这讲是真理，这唔是真理，咱当作真理有有，有凄惨无，都足凄惨啊。所以政治上、皇帝产作些作些唔对嘅代志，得给咱控制，咱结果。 将皇帝话当作是真理，所以皇帝讲你卖得罪我哦，得罪我我总杀哦，哦，所以我讲的话就是真理哦、喔。结果你看，咱叫皇帝骗安尼几落青年，毋敢抵抗皇帝，因为伊要让你死。对到咱的政治上，危害的社会，一直影响甲紧嘛，有害无害就害。所以你相信唔对的那个代志，其后果是足严重的啦。 真理有要紧无？真理要紧。哦、啊，阿咱讲现代人上克关心就好啦。投资啦，投资，那甲你讲，這是我即稳赚嘞。投资王骗去，最严重啵？最严重。哦，一个错误嘅投资，明明甲你骗，你甲当作是真理，你放心你，你钱拢交互伊，死足我真实一个高凌即已经。 高大哥啦吼，大家即么叫高大哥，已经无在了嘛吼，已经离开啊。咱来讲伊嘢咧。二零一二年，迄阵伊嘅身体抑佫无，因罗伯是感情过身嘛吼。迄阵伊嘅身体抑佫无在病情嘅时阵，伊有一摆去新加坡，伊想要演出。伊新加坡一个三十几年嘅好朋友，罗伯嘅透露即个故事。伊讲迄阵吼，高凌风去新加坡伊安排。 就是经足大经诶，即个足出名诶饭店，伫伫云顶吼伫演出，安排带咧遐时阵吼，罗威呢，即个高凌峰就甲问下问讲，诶，即带足贵咧哦，讲你即窗啊门啊玻璃会当开无？伊讲袂当，因为大楼吼玻璃拢封死诶，啊，伊讲啊，真系会当开哦，我即马就跳落，伊即个好朋友踹一条讲，哎呦，你卖甲遐惊，你是咧讲啥？ 伊讲啊，互骗钱啦！在中国大陆，在上海互骗钱，什物代志？原来吼、哦，伊伫上海诶时吼，有笔金厝，伊买两百万诶人民币，吼两百万诶人民币咧，我都等于说这是这是足好诶一金厝啊！啊，落尾因为上海诶经济发展吼，起甲四百万，翻一倍啦，趁足侪，哦，伊欢喜甲甲朋友讲。 哦，我买一间厝哦，趁大钱安尼啦。结果拄到一个个骗子，个骗。有一个人讲是伊的朋友啦，就甲讲，趁钱哦，我来报，我来报。你阁落两百万的人民币票，你阁落一摆，哦，我阁报你去投资，哦，保证你趁大钱。啊，因为伊买一间厝伊有趁着啊，所以就想讲应该是安尼无毋着啊。 我搁将资金搁搁拢入面，结果过不外久尔，对讲只有通电话。啊，潘生呢？交代去啊？哦，这这我有这个法规的问题吼，即、哦、嘛卡掉嘞，所以吼、哦，你遐钱吼、哦，拢袂当点动啊。我，伊在在讲阿四啊，啊，用、哦、便宜啊、哦。所以你看安尼做弊安尼，一群安尼一日多几年，都安尼是过了百万的代志 大票等于，定義是等于要几千万啊！迄阵伊六百万诶人民票全，怎掉咧遐？怎掉咧遐啦？压力有大无？压力正大。所以讲哦，啊，足痛苦啦！哦，迄阵咧演出诶时阵，就讲，若即阵摊下问人当拍鬼样，我知影，我足想要跳落去啦！哦，你信任一个人啊，伊甲你讲伊会当带你趁钱啊，结果呢假。所以亲爱朋友，真理，有人讲。 啊，真理哪有啥要紧啊！常常你咧基督教咧，拢讲真理，真理你若咧电脑网络，你甲拍真理即两字走落来什么？拢总是圣经。著等于讲真理即两字，都基督教上界重视尔。一般诶民众吼，你咧讲真理，无人要甲你听。什么精力？上边产力？什物咧真理，咱哦，著是忽略真理，哦就是、真理家族就亏，咱家己毋知影，伫咱诶文化内面。 咱毋知影讲都爱注重精力，咱袂用追求讲金诶真,真要紧，所以到尾啊，什么物件拢有假，金钱、投资、股票、甲你骗钱也拢假，设一个局互你跳落，大家拢跳落，即个人在闹跑，即拢假，拢在甲你骗钱。感情嘛是假，你看即、這个，即嘛即个时代，和你真正足灰心。 人是想啊，我个真痛苦，因为太济物件拢假嘛。买一个对比，你嘛知影讲买着假啊，买着一个名牌包包，你嘛惊是假啊。怎么这个时代虾米拢是假？但这种毋是上要紧，最主要足者思想，想了毋对，你将唔对物件当作对的物件，迄种痛苦、迄种伤害，迄、那个则是更较大，因为迄个是伤着你的心啊，伤着你的心灵。 伤着咱诶灵魂，最亲爱朋友，当你咧看即个直播讯息啊，老三做即个节目已经做了几十年啊吼，我一直跟侬咧，讲圣经，讲圣经，讲圣经，我等下你也讲我，你讲圣经会信啊，袂信啊，袂信，信啊，袂信，因为圣经有真理嘛，咱即个世界即本就是欠真理啦，逐个都是拢看眼前诶利益，毋知影讲倒去追求真理，所以咱诶生活过较诚痛苦。 咱诶生活品质过较真差，咱规个社会无一个道德感，哦，咱是规个社会无一个真正责任感，造成规个社会一个损失。所以咱今仔日七七，搁一摆强调，习近讲诶话真要紧。下、啊、一日要多，不是要减肥，是爱有精力。当有精力，你则行了。哼，要讲这个等下了，继续。 欢迎登来，然后三明直播，就是要甲大家分享，叫做“精力真要紧”。圣经讲，你要用精力做你的腰带下咧，无论行到倒位，扎咧，安尼才有力。所以咱人爱活喺真理中嘛，爱样追求嘛。咧西恩迄个方面，上界出名的一个哲学家叫做苏格拉底，大家记住卖念哦，苏格拉底安尼吼，即即尼无人听有啦。哦，苏、哦哦、格拉底呢，伊就甲始学生啊，做一个实验。 甲因教讲吼，你要安怎样坚持尽理？啊，有其实呢，摕一来苹果，伊去上课时，伊摕一来苹果呢，伊来讲，来你呢集中注意力，哦，即、這个即、這个苹果足胖诶，哦，考验你的能力，哦，来，平话麦，有平头胖臂无？哦，来，开始想象哦，来，来怎样摕一来苹果。 伫即个教室加一连，注意听，认真鼻听的放屁无？有无？有无？哦，啊加一连，哦，好，有听著加手，我其他先讲，哦，我鼻著啊，足芳呢？其他人讲，嗯，我那无听著，苏格拉底讲，哎呀，恁无认真呢，过一摆，来，认真听哦，哦，集中注意力，哦，这澎哥足。 碰啊！迄个彭哥旁边啊，彭哥旁边你无片到吗？昨下个底下惊一日，哦、一个人只个问：我片到无？哦，只摆就抓一个人下手。哦，有啊有啊。哦，老师讲，你只系皮毛吼，皮毛有够坏，爱加片几摆啊！来，我一摆哦，来，阿杜，个底下惊一日，大家片，我来弄片到嘛吼？哦，只个、哦哦、大家弄片到，干那一日俩。 春节嚟讲，老师我无片到变安怎？含班，但全班拢片会到，干哪你袂到？你太烂了吧！最后你一摆机会，哦，家己较认真嘞，哦，哎，过行一摆，来个片看麦，哇，另一个，哦，旁个会碰壁，啊，迄、那个碰壁哦，真好诶，拢片到阿妹，哦，转问起你，片到阿妹、哦那個、啦，有啦。 诶诶，有有几间吼，骗条小款哦，即嘛足认真骗才骗条。苏格拉底讲啥呢？讲连接人拢骗我，拢乱来，因为即个朋友是假，啊，根本就无碰逼。连接人啥物叫做亲力？就是若那别人讲有碰，啊，你啊看迄个讲诶人是啥物人？那讲诶人是恁老师，恁老师讲有碰，你就讲有碰。

迄个真理是因足看重足看重诶，所以你看即科学嘅物件，先啊西洋世界比咱较进步，因为因自实验就知影讲爱真理爱真理爱真理，像一个数学家，啊、喔、叫做罗素，即、喔、足出名的一个数学家，后来得到诺贝尔奖，伊著是文学家、数学家，伊著是追求真理。伊自实验著咧想讲，嗯，即、這个世间应该吼伫数学、数字嘅内面。 应该是有一挂真理，我会把数学数字背后的奥妙，我会给伊揣出来，吼，所以伊就开始揣对数学嘅内面有真济物件去找，所以罗贝真做一个真出名一个数学家，因为伊就知影讲我爱追求真理，追求真理，追求真理。但是真可惜就是，当咱人若有科学嘅物件会当证明，会当判断即是真理，只能。 较无问题，吼！但是上界恐怖是啥物？是咱诶脑想诶物件，头壳，吼！真理变啊，进入你诶头壳，即个较困难。你将基督教上界闹鬼诶代志是啥物？著、就是有人讲地球是圆诶，竟然迄个阵教会嘅人无相信科学，著讲乱讲，地球奈是圆，诶，你乱讲，吼！你看嘛咧，即基督教足闹鬼诶代志，即满事实证明地球著是圆。 所以你未当相信你脑中嘅真理，你未当去相信你家己认定嘅真理。所以当一个人若家己认定即叫做真理，万一若毋对，伊也足忝。咱举例啦吼，德国甲日本，伫世界大战嘅时阵，先咱这两个国家受到足大嘅伤害，因为希特勒就是甲伊德国人吼，甲因吼生闹。 互因一个错误诶观念，啊！日本人呢，著、就是相信军国主义，日本人著是一规日读个万能死脑，相、哦、信帝国主义，讲阮日本人要统治全世界安尼。其实一开始提出这個，嘛是为因好啊。提出即个想法诶人，伊嘛是就你讲，我是咧服务德国人，我咧服务日本人，伊嘛是拢为着因诶同胞诶好，转落去执行，结果咧。 结果足凄惨，因起是全人类个灾难。为啥物？因为毋是真理，迄个是白贼，迄个是毋对。但是你竟然解当做真理去咧实现，下场非常诶凄惨。所以讲真理是真要紧，真要紧，咱毋通轻看。虽然美国人因也知影啥物叫做真理，知影讲上帝做人拢平等。 但是你敢知影，因拄去到美洲诶时阵，因安怎对台湾做民？因为足悲哀啊！因嘛个抑个贩卖黑奴，恶人摕来卖，所以你看讲，因喙讲一套，但是另外又去做一套，所以你看话用足长诶时间咧，因家己嘛是用足长诶时间才明白讲，我其实以前安尼毋对。但是迄阵，当伊咧卖恶人诶时，阵，迄种基督徒咧。 迄，逐礼拜读圣经呢，因拢叫是因活伫真理个内面呢。但是因所做个代志是啥物？是违背真理。另外，即马现代人，足侪人讲性解放，吼、哦，讲吼毋免着遵守遮物件啦。但全世界即马惊即个性解放个路线，当查甫查某若枪若少，当两个人无需要婚姻，亲亲猜猜，会当发生肉体的关系，即、這个世间敢有国较好？无嘛。 但是咱人家己认为讲，这叫做进步，这叫做真理。咱人写作文，家己行一条毋对的路，个人迄条路是对。所以不管圣经讲，迄条路人当做是正路，但是行毋对路足凄惨。你知无？坐毋到车，你讲无去教，无法度去教你诶目的地，你都未到位啊啊，所以真理真要紧，对毋对？ 真要紧，千万毋通受到即个世俗诶影响。毋对，你也当做对。人哋讲，即叫做开放。开放其实是糊涂，开放其实是乱来，迄著毋是真正诶开放。哦、所以咱人真正爱了解真理，是咱生命中真值得追求诶物件。啊，所以你讲啥物叫做真理？即需要用时间去了解，哦，需要用心去追求。所以，毋望咱每一个朋友，哈、啊，咱天天读圣经。 因为圣经真正因传咱去找到真理，因为上帝灵带在咱的心中，圣灵的充满，不是要我你传起来，圣灵的充满要你认捌真理，只有人活在真理中，不会受伤害。后一集请继续收看，多谢。张阿姨，张小贝。 十两倍，都可以。十两倍啊！阿、哦啊、你今物在创啥？练啥、哎？我练腰的力量。哦,哦。咱这今专业的技术叫叫做啥呢？哦、叫这核心支持，就是讲咱这点哦。什<群>？核核核心，核心就是咱多龟仙谷强者。嗯、哦、哼。吼，做这巴肚爱有力，后背吼哦爱、哎哦、有力。哦。

哎，奶奶、欸，这摆流行歌咧，唱歌吼，嗯，咱讲靠丹田，靠丹田，其实丹田咧，头位你别当在，嘿，其实就靠这个腰的力量咧嘛。那中医咧讲，嘿，这两粒腰子，嘿嘛，偌重要诶，你知毋知？是啊。是啊。是啊所以咱今仔日咧圣经，嗯，是安怎来跟咱讲，精力爱下的腰，嘿，大家这摆有了解，因为腰就是力量的一个来源，哦、嗯。 所以人挨你讲，我挨你指持，拢讲啥？我给你撑腰，撑腰。都是因为咱这个腰<對>說真要紧。正经人家讲，真力是腰大。嗯、啊，这古早人个讲法，大家嘛正识。嗯、嘿。就是那有你走遍天下，啊、哦，无你寸步难行。这句话我真有体会。这句句你有体会。我深深的感动。哦。因为人拢难免会去误会嘛。是啊。对不？这个时阵。 我勒感觉，真理是真重要，<是>真理是一定会永远支持我诶。就是这个感觉嘛，所以咱人要靠真理。像你开讲诶，有真理在撑腰，嗯，哦，即自然一直我著继续行。我意思著讲，无论我行到倒位，我感觉我著是一个完美诶人嘛。啊。毋啊。一啊。人啊。是啊。啊。同。啊。我感啊。我啊。是一啊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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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嘛。啊。一人是人啊。人啊。是啊。啊。同。啊。啊。著安尼，我正啊。非常啊。啊。啊。 我就一个所在，搁给搬搬搬搬，我总共搬厝搬四五十间，<哈>四五十摆，我就是感觉有你走遍天下。你你你这是什么理啊？所以，我就是继续走遍天下，找到一堆认同我的人，这就是真理，走遍天下。头一摆听到有人是安尼咧解说的啦，我就是真理。